萌，你们要的一只萌在这里。哇，一只萌986K 哦，太扯了吧！太扯了吧！菜单啊，你这点吗？自己绕，自己上掉，是吗？你光吗？三十三，三，好，一个马铃薯蛋，一个红蛋，还有一个，好啊，那不然你再看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帮你点好了。奶油培根鸡肉时蔬贝壳面怎么样？一个面，然后再一个肉 ，OK 吧？炭烤乳猪，红蒜，对啊，我知道。怎么样？点一个面怎么样？还是你要直接吃肉？你要直接吃肉对不对？要点面。那不要点面，那就不要点面，那就直接吃肉。点面不如点那个其他的，因为那个贝壳面看起来不好吃。明明就很好吃，看起来不好吃。生巴炭烤牛臀上盖 ，OK， 帮你选，抢到了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我决定好了。可以啊。后面呢？哦，你要那个？没有，一起吃啊。那另外一个嘞？另外一个不就一个蛋吗？就跟这个就好了。一个蛋跟一个这个。对啊，哎，然后再点啊，再点啊。你不是说不要面？我都是马铃薯，对啊。拉丁风味炸牛排。炸？你要炸牛排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你要什么？烤鸡、猪肋排、鲑鱼、松板猪。没有吧？那就牛臀上盖啊。它不是这个了，对啊，它加一个蛋，然后再加一个饭炖饭。哦，你不想吃面，想吃饭？我不想吃面啊。那就吃饭啊。那选个饭，好，就这样。那就选个饭。还是不要饭，要拼盘。啊？不要饭，要拼盘。不要，我要吃饭。拼盘太多了，我们两个人而已。你看那拼盘那么大。我现在跟阿土吃，不是阿宁，对吧？啊？安西教练你好，教练我想打篮球。你扮得很棒哎、欸，他。你可以问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你西装是自己买的吗？啊、你是自己买西装的吗？对啊。真假的？然后再去弄假发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很像哎、欸。啊，有人跟你借球来运吗？啊？有人跟你借球来运吗？没有。那他们都不是真的想打篮球。谢谢谢谢。那个马铃薯红蛋。你说叫他一起吃啊？哦，我问他，好，我问他要不要吃，可是他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。家练，你要不要一起吃牛排？吃过了啊、哦，好，谢谢，然后一起吃。好了，他都吃饱了。啊，我还一杯可乐。好，有点。好，谢谢。帮你收下喽。谢谢，辛苦了。我还去问安琪教练要不要吃牛排，他说我吃饱了。You， 谁能把我去洗涤 ？Only you。一T吃橘色，阿土吃牛排，安妮只能吃路边摊。你讲的不是我讲的。哎，里面动不了，看，都没有在动。啊！第三波吧，里面都没在动的。我靠！哎、欸，他那个真的好恐怖，里面。
什么东西？巧克力炸鸡？太恶了吧！巧克力配炸鸡？巧克力配炸鸡？你再想一下。哎，大家问一下，那个聊天室你们有没有？那个你们有没有现在在电玩展的？有吗？电玩展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回报一下好不好？还是问爸爸要不要来吃？你问啊！我问他，我问他。我们在吃饭，旁边要来吗？肥宅不出门的会出门都假肥宅，哪有乱讲？我就是肥宅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我是假肥宅，而且我这么温柔又不凶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会出门的。能在看你俩的玩那个？破桶有开啊？你说那种会出门又比较凶的叫凶宅？其实这么多人在台哦。哎，不是我想问的是说，目前就是电玩展人数也是很多的吗？哦，这周末好嗨哦，电玩展加 FF， 就问你怎么办？你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礼拜六去电玩展，礼拜六去 FF， 礼拜天去电玩展，礼拜天去 FF， 好爽。哎，飞虎是真的很大，是真的蛮多人的。哎，你对，那为什么你们不出门？你们为什么都待在家里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都不出门？啊，为什么不出门来看 FF？ 为什么不出门看电玩？嗨，他跟你讲的是不是？对啊。啊哦，你好会哦，阿楚。阿楚。你好会、哦。好会哦。阿楚。啊、那我们这四个人位置哪坐得了？没有，他没有要吃啊。我没有要吃，我不吃啊。哎、欸，阿土，刚刚有人抖内叫我跟你拍照。真的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抖内给你跟阿土拍照？对，他就……哦，没有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抖内是谁？阿奇。阿奇。哦，抖内跟阿土拍照，阿土好可爱哦。哎、啊，你为什么不戴口罩？他自己取名叫马显明，然后投给女朋友。哎、欸，马娘哎、欸，特别周哎、欸，特别周，前面那个树下。太远了。拍的啊。啊？里面好玩吗？你没看到里面吗？看到了。卡在那个地方，卡了20分钟不会动。那、啊、你有逛到什么吗？我跟你讲，完全没逛到什么，我就在那边一直卡着，后来受不了就走。好，谢谢。白费人家帮你排队。对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。谢谢。你要不要吃面包？要不要坐着啊？要不要喝可？你坐着啊，坐着啊，你不吃又没关系。我去找下午茶喝了，我受不了。没有，可以来这边喝啊。阿土请你啊，美茶。来啦，点一杯啦，点一杯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不是，他们在等我啦。好，他们在等你哦。啊，好吧。关。你明天会来吗？不然你过去跟他们说不用等，然后你就过来这边坐。哦、要票什么？要什么票？今天的票。哈，你买两天？不是，他已经是有两天的、啊，年底吧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要给我，因为我不会来，我们要排队。我们要去电玩展。你要去电玩展？所以我明天。我跟你讲，明天很多人的电玩展哦，拿去。你不用吗？不用。我就算来了，我也带他们进不了啊。不会啊，我去
就算我没有票，我看到那人潮，我也是。我们进去从头到尾就是这样挤过来，再挤过去，然后我从头到尾都排。那你有没有护好自己？有啊，当然有护一下啊，只是该撞的还是撞到嘛。啊。那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是没办法。前面是个女生，她从头到尾撞我奶，不知道她干嘛。啊，你可以顶回去啊。严厉斥责，她乱讲话，都乱讲，都乱讲。她前面真的很多人。Holy！ 哇，那老师开心了，面子阿土就开心，面子阿土就不开心。拜拜。哎，我们是没拍到照。对，我没有懂呢。这样就好，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太丑了，等一下。怎样啦？哪里丑啦？好，十号见。他也会去哦。干嘛？那什么脸？对啊，哎。啊，十二号，你会不会？你有没有那个穿得很特别一点的？符合主题，你赶快去报啊！赶快报啊！我还是不知道想不想去，要不要去？哦，去了啦！我会去啊，我们台湾人都会去啊。十二号哎。对啊，他会走红毯的。我不会。就去没？就拉多多去啊。他说他不理不太阳和阿王。好了 ，OK。拜拜。十二号突奇的派对活动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只是少部分的人还不知道。来了，嗨，哇，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。双人约会。哎，怎么知道我在哪里？你有拍啊？我有拍啊。你要拿照吗？OK。你要不要再跟他拿一张？对。你们两个要吃吗？可以啊。第一次啊。还没吃。好，那刚刚呢？不好意思。好，没吃啊？还没啊。哦，谢谢。我刚去里面逛了一圈。我就在里面逛了一圈，然后呢？超级难。可是现在人变少，为什么？就是有位置可以坐。就是原本是不会动，原本是不会动，现在会动。至少会动。真的没办法坐，就是腰真的很酸。确实。我让你们两个来，我们就点全部都可以卸了。好，这边。小云男朋友坐这边，我坐旁边。哎，对，爸爸，我要换位置吗？我们可以换位置。你要换。我 OK， 我。为什么我坐？你结婚？你要换？我没结婚啊。那没关系。啊，我。你要换？你要换？没有，我换。你为什么跟我说？谢阿奇，谢谢。啊，我是没差，但是怕你们两个有差。好的啦，啊，那我没差，我没差，没差，没差，有差，有差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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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。还是阿土有差。啊，没差。啊，你跟阿土换啊，你跟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随便的。好。在意。然后还是聊天世界一。我不知道哎。还是聊天世界。我刚点了烘蛋，还有牛排，还有炖饭。对，他牛排超大份。啊？他牛排超级大份。什么是超级大份？我你们可以点别的，然后对我不够可以。你说换画面呢？我不挑，随便。你感觉可以吗？好。不会啊，我们就在旁边，谁要干？这样子有人冲动，然后对，一把抓。哎，爸，那个拿下。对。你以为会有人这样说？哎，这边有水手机也可以拿。真的，这边有，有公子。跟猫博合作，户外系统的。嘟。不是什么？我分到。那你来帮我分。那你先来帮我分。不是因为我桌很小，我更不知道这只要放哪里。他们说你臭 B 图。我没有臭 B 图吗？可是我也不是 B 图。感谢阿奇，谢谢，谢谢阿奇。我没有臭 B 图吧？我没有啊。
啊？我没有臭屁肚吧？没有啊。加盐城潜力潜他们都是乱讲话。是吗？都乱讲话。他们都说有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怎么办？然后反驳一下。他们说你是臭屁打脸，小鱼也不算 B 兔哥吧？不算 B 兔哥 ，B 兔哥露脸。B 兔哥如果能露脸，那叫 B 兔哥吗？是吧？对不对？这是要算 B 太不算。你们看过？你们看过朱铁本人的吗？啊？看过马林本人的吗？没有马林。他们男女都有。
广场某个地方，但我冲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都被登记了啊，绝对裁判。对啊，不会跟瑞迪亚走，瑞迪亚跟他有认识，那很厉害。我看雷斯迪亚的 FB 打说一直都有那个回答，对，好猛哦，因为他是英文、日文、中文都对啊，都是全通的，很厉害。你也可以吗？你英文好吗？你英文 OK 啊？你多一几分？我很会吗？我觉得你应该算听得懂，但是沟通有点困难。但我不懂啊，是我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懂，基本也不行，基本。不是从聊天特别，他会问出来。你的聊天是怎么样范围 ？Hello， 这种算聊天吗？对。哎，那就不需要多语了。他几个呢？都像很多英文不好，会不知道 How old are you 这种概念，就会来思考这个。是你接好吗？还是接错？做 How old are you？ 然后就还是摆烂。对对。爸爸来，爸爸。就是忘记他们，没有在用啊。因为重点就是你要有在用。那你现在日文呢？完全没用，我也不行，因为我连学都没学过，就是会去看，可是没有学。你可以多看那个学人住宅改造网之类的，那超好看，对，那超好看。因为瑞斯蒂亚跟我说，他看完那个之后，他学会了。我以为你要说，他看完之后先自己去买一栋房子来干。没有。他说看那个日本节目、综艺节目，然后学会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是天分，他天分很好的，我觉得他只是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他跟我讲这样，我就从此之后我觉得他是天才。你们下礼拜会去吗？是啊，会啊会啊。那你们走吗？走啊，还是不走？你们自己有走过啊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阿鲁有走过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么老了，之后你还没回来过。不会，我记得他从来。他也是很厉害耶，他跑大陆又跑日本。Hello， 先帮你送餐饮料。啊，日本当教练呢？对吧？如果阿鲁如果还坚持到现在的话，他应该在日本发展名次。他也就 Hello Life 接的。你说 Hello Life 代表老板就是他了。对，小舅。
料吧，差不多。然后快，你要三百七。然后我跟咪咪蛋，还有罐骨罐尾他们。说我跟他说的，没有，他说两个没有啊。看，对啊，你看他，请问一下，坐的是绿宝吗？你继续啊，就继续啊。我一上车。然后还有一个人打。
的是喝酒。对啊，就是那花多少钱啊？总共？阿土，你拿小鱼的叉子干嘛？他拿叉子一分钟，然后直接拿。阿土，我刚刚讲说习惯怎么多。阿土，你把它丢到你上面了吗？我觉得很好笑。哦。哎，妈妈要注意的是他不是我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
不好逛。你老板是不是听到我声音啊？不好意思，没有，这确实真的是，如果老板好像颜值有一点，他是要给你五万块钱，有啦。可能这样拍其实也很好，还行。这场扛得住，这场扛得住。我刚看很多都断掉了。是啊。然后说，你不要对小孩子来说，你不要对小孩子。小孩会直接讲话。哎，不是，我刚刚旁边有看到有一个人，他带猫咪直接放进去。好酷啊！他那只超可爱的橘猫，然后放在这个。超厉害，就是拿猫抱着，然后就跑掉。厉害。打扮了，对不对？你干嘛这么害羞？好害羞。学妹，哎、欸，大学长在这边呢、欸，他都会叫我们听话。我很听话，我很听话。你有听话吗？我超听话。大学长会生气。学长二三，你要骗我？我那么相信你。为什么你要骗他？为什么二三你要骗他？我那么相信你。为什么？你来，你讲一下，为什么他阿祖骗你二三的时候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就说你是好人吗？我说我是啊，我也相信你是好人，然后把我杀了。渣男，你好渣，你超渣，你超渣，你超渣，他超渣，他超渣。他每天都会当渣男。所以你有进去里面了吗？有，刚进去。好，你要进去啊？哇，那你排多久啊？有一段时间了。
三个小时吗？有。哇，哎、欸，他排三个小时哎、欸。那个。哇塞。好扯哦！哎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不是，不行啊！好扯哦！鹅鹅好玩吗？鹅鲨好玩吗？什么？我可以玩？我问你好不好玩而已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桌 会越吃越多了。越来越多人来。对啊。不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手拿好了。好。好，那你帮我分在这里哦。我把它放在这里。不用。不要烦我，拜托。祷告。姐。你不会玩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啊，我不会玩。只有我啊，差别大。我每次都是餐。为什么盘子会有错？他拿了两只叉子，一个刀子，一个汤匙。越吃越多肉。对啊，你越吃越多肉。厉害啊！哎呀，对啊。跟力宝一样哎。我再把它加在眼上。我不知道。没关系啊，我刚才跟力宝讲过，你把它放在眼上。我没有听到。你又让它眼上了，你又让它眼上了。没有听到，你要放哪？我放手机没跳，有啊，有吧，有跳吧。对啊，OPPO 抖音是不行的、啊。我大杨，我跟你讲，你明天电玩展真的别去，明天最后一天，人力爆多，超多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他把你截了。哎、欸，四G的听雪，吃了东西就想睡觉。董川，支持四G，我爱四G。可以啊。还好你没有早点来。我看我问一个爱心教练要不要去吃饭，然后他跟我说不要。爱心教练，然后他说他吃饱。你最爱喝啊？感谢困宝送给子谦的元宵，感谢夜猫来袭第三个月的。为什么子谦要带老婆来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有人说他在外面排队，然后外面有卖那个冰淇淋，他们说他排队排超久，就排到满满的，就排到冰淇淋，还要排入场，结果他排到最后排到冰淇淋。你说他排队？他排了一个多小时，他排一个多小时，结果他以为是 FF， 等到他的时候有。等到他的时候，让他排到把不。我跟你讲，让他快中风。谢谢。哎、欸，这个袋没有人用那个挖过，这个都是用的，来不及的人给你。回来啊！来。
正吗？好，我他在骂你啊！谁骂我？死不回来！我死不回来，有吗？现阶段企业会有效益。什么陌生人？晚上我们要一起吃饭，你会跟陌生人晚上吃饭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兄弟啊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会，其实他你要足够的质量跟商品卖多一点，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还在缓慢成长。好，好吧，那我会吧。对，干脆不要回了。一读不回。对。很强，我跟你说很强。阿杜本来就是我哥哥，懂吗？开始变得很商业跟自己个人说不好说。如果是纯 B 的话，个人说的。哇，马哥哎、欸！哇，不会是老板？好赞哦！没有心里想到，还是很快。个人应该会越来越少，就是会越来越难做，难做跟难做到。谢谢作者，感谢。啊，对啊，做外包，做东西要紧，然后外包还会抽，最好就是抽。你有去找客房吗？我去客房了。他们那边还算快，走到越后面越窄。是啊，破沙板，他只有八尾，没有。哎，我不能吃饭。哎，我不能吃饭吗？能吃吗？我当然吃啊。美食宝尽量多啊。玉宝很有钱，他会买单。他现在。今天几笔了，赚的够多了，他养我，现在是他养你，他养你，下面他养我，没错。今天几笔？今天几笔？最大是讲新的好不好？子谦的 BRB 影片有程式码，什么意思？你有 BRB 啊？对，啊。好、哦，他是网络上的东西。晚上你请把金杯洗笔陌生人什么东西？你找我吃饭，然后要我请，到底怎样？好了啦，土哥，好了啦，西南哥，好了啦，富兰哥，好了啦，杜富兰明哥。哦，作者，你有推荐子谦的频道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个指令到底是什么？我现在还是忘记了。他推荐的，好、哦，他推播，哦，推你的跟，是吗？怎么拼 ？S H O U T O U T。下一半是放。S H O U T S H O U T O U T。Pandora 0407。各种赛子，难怪他应该知道是哪一个。所以你英文也很好吗？你英文多益几分？我没有考过多益。好，那你觉得大概几分？我跟你讲，我三十。不可能三十啦。全猜 A。全猜 A， 那是我的。啊，真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你是哪一间大学毕业的、啊？福大的，福大的应该很顶吧？我认识的福大英文都超猛的、欸。只是汉系而已嘛。
读设计的，室内吗？服装。平面设计。啊、那你有设就是设计什么美女套餐、美女之类的吗？之前有，直接都把它推掉。哦、你把它推掉。那你如果说今天要跟一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跟一个男生最大地雷是什么？你会设计他吗？我跟男生最大地雷。对对，如果跟一个男生在一起的话，你觉得最大地雷是什么？第一次见面。自己接触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就可能要像我肩、腰，是吧？不能那么的啊，是觉得很奇怪。也是，可是有时候就很夸张，这么夸张。现在是属于一个素食爱情，对啊，现在年轻人都，对啊，现在都很素食，不是吗？我都快四了，我已经。哦，是你不想太素就对了。嗯 ，OK OK， 所以要养一下。不是，而且应该是那种有些男生就是太素了。好笑。你说恋爱教师，对，他一定爱我，对，他一定很喜欢。恋爱教师那个会被告啦。恋爱教师 Edward， 不是可以什么 Edward 的 ，Edward 的，对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会上警察局，不行不行。一开始接触一下，对，我都觉得会说自己很厉害，然后会开他们课都白痴。哦，所以你知道恋爱教师？那你的地雷是什么？差不多吧。啊，你也差不多。对，如果是以第一次见面的话，那阿土哎，如果你今天跟一个女生在一起，你的地雷是什么？没有地雷。你没有地雷。所以他整从开始看你手机嘞。没错，如果我喜欢他的，他看得出来。他从坐车开始拍你肚子，到吃饭一直都拍你肚子，你也没有地雷。那这个人有病。这个人有病。这也不会。他如果你喜欢他，没他。一直拍你肚子，来不喜欢他任何事情都是你啊！你刚出门10个小时，他都一直在拍你肚子哦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喜欢他，什么事情都不是地雷。难怪我拍一次你就讨厌我了。又不是刚在一起。没有，我们是兄弟，他怎么可以讨厌我？不一样。对，男生对喜欢的女生的人都不一样。哦，哎，确实哎。不一样。对。对喜欢的人跟对兄弟姐妹都很不同。嗯，确实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他爸爸有吗？那就是有兄弟姐妹会吵架啦，但就不会那么无聊。对啊。幻想说清楚。对，真的。都只对啊，这是玩自己的，对啊。尤其就是父母都不在家的话。对。真的不好搞。你就玩游戏啊。我喊你的地雷。我地雷，我的地雷就是不要跟我说钢弹是机器人。就对，就是不能这样讲。它是疑问句，它是疑问句，疑问句那没关系，但不能去肯定句。对，不能肯定。这个动漫就是卡。对。如果他直接跟我说干了机器人，可能我明天不会再约他出来了。对，就再也不见了。就是他可能一开始不知道，然后你跟他解释了，他还是坚持他。就白目啊，就白目啊，就一直踩我地雷啊！你明知道那是我地雷，为什么一直踩、一直踩、一直踩、一直踩？啊？对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啊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啊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其他的好像还好。其他还好。对啊，也没什么。看手机也不一定。我手机都给他你看，所以我今天比如说要跟谁吃饭，跟谁吃饭，我都对我都跟他讲。这种临时的，我刚才就跟他报备了。对，我跟他讲。什么好多种？哪有多种？看我看的蛮奇怪的。不对，蓝色监狱。蓝色监狱，你有没看？我有看啊。你有看漫画？我看动画。哦，好看。要不要去拍照啊？阿土，我帮你拍。不要。这为什么都不跟人家拍照？不拍照。你整杯拿去喝啊，没关系啊。对啊。都拿起来扔掉吗？没有，开玩笑。不行啊，刚刚喝酒。这是圣水。圣水。叫你喝就还行。圣水。你是不喜欢每天化妆？你化妆要化多久？30分钟、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？3天。好像差不多。哎，林兰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
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请问这是林兰吗？对啊，我也在直播哎、欸。对对，可以拍他吗？可以拍一下，可以拍一下。嗨，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绿宝。你好，你好。绿宝。对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在图奇直播，对，这是我的频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看过你的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这是真的。好好好好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。那个是真的。哇哇！结果拿着铃兰的人有订阅我，什么东西？那铃兰啊，你不知道吗？铃兰哎，啊，好屌哦！唱歌很厉害，很猛哎、欸！而且他身上有挂厂商证，我不知道是摊位吗，还是什么？他们有企业摊在里面啊，企业啊，对，香香的饭啊，就是铃兰。我没有这样讲啊，我没有这样讲啊，跟那个。我从来都没有讲，你不要乱讲话。我都忘记了。好，了解了解。啊，我没拍到照，我没拍到照啊。铃兰有先到吗？不是，我是那个铃兰。那边是问的，他在 YouTube。对啊。他们乱讲话，我们又来了。是你们，你们都要挑拨我跟我的好朋友一些那种感情呢？虽然林兰我是真的不认识，但我知道他是谁。你们都会贴那个 B 站唱歌给我听哦？太夸张了，我都会，我都记哦。那个三八还是三七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海梦？现在一个都没看。没有三九也还蛮多海梦的，三九比较多那个距离加九，没有了。啊，明日香，明日香，明日香。没有阿土，今天阿土完全没站立，完全都不想拍照，他连学妹来都不想拍照。啊？拍照啊？以前就拍过。没有啊，拍照才有，还有图片可以发。对啊，没拍照怎么发图片？你这样立友很辛苦哎。对啊，那没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因为我是做经济的，我都懂。真的，每次立友都密我，不是密他，说哎，你可以帮你兄弟多拍几张吗？他都不拍照，然后我都要偷拍。送的。那个世代隔阂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梗啊，阿祖都是用那种万年照片，嗯，每次都同一张 ，KO 也是，老皮也是，大家都一样。你想要什么帮拍谁？可是还有绿宝帮他拍啊，对他不要啊，然后后面会懒，到一个时间你哎、欸、拍了啦，人家会抓四十分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学妹啊，拍就好了，他先会拍一下。你看到全场只有拍一个我来说，你说看到他怎样？边吃东西边看到全场只看到他一个我来说，对啊，这是什么笑话？你不是走路？那你要知道，拿手机，拿手机。
我是想吃。我要去拍照吗？没有，我刚问他，他说不要啊。不要。那个蛮漂亮。不是，我现在很在意他为什么都不拍照片。他今天只有跟女流拍而已。我很担心他。你是不是只想跟男 coser 拍照？不生性害羞就敢主动了。对啊。没有社交牛逼吗？没有社，没社，没社牛，没社牛。没有社牛。我本来就不喜欢拍照。是啊。对啊。所以你是参加比赛？他的骑车。哎、欸，他参加骑车很屌哎、欸！如果你参加，你参加骑野狼更屌。对啊。再骑个野狼传奇这样，或 KD 啊。那我的挡车会掉到啊！我哈哈。啊，你是真的会骑挡车啊？我挡车会啊。你是真的骑挡车啊？真的骑挡车。我随便讲的。怀疑。不是，还讲中了。所以你骑哪一台？看看看，我是真的知道，没有，我自己在骑脚车啊，这台。我听起来很不。他以为是那种，就是有些女生会跟人家借车，然后来拍照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自己买啊？上次那个杀人牛肉面，上次就是。好，顺便顺便。骑这台来没？C H I A N 底线 T 恤，他的 IG。为什么要推广？超感吃，光披萨，不是你们知道我们关我们事。我们呢？我们，那是我们的问题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们说可以推的。是我们来啊。啊。我们刚刚算四个，我们四个人超绝望的。我直接去吃对面吃对面线，我去吃对面线是惨。不会啦，还蛮好吃的啦，还蛮好吃的。阿北辛苦，对啊，阿北辛苦，阿北辛苦，还蛮好吃的，还蛮好吃的。他主要是爱，爱与回忆。他是回忆，只是我们承受不住他的回忆。五十年老店，好吃好吃。嗯，请大家多多吃。阿土，阿土不跟后面的海梦拍照，我不好意思。阿土，阿土，不然这样啦，你也不想拍照对不对？不然我们玩个游戏，剪到手部输了就去跟他拍。不用剪到手部，直接去啊。那我想让他动起来，我想让他动起来，我想让他动起来。他不动。哎，你们是步步进？对啊。大概隔了十条街吧。昨天就上来。我们今刚上来。快就上来。好远，他们去开上夜的。对啊，我们还在找房子。救命！还在找。超多时间，我在问这件事情。妈，你们要住哪里？好远啊，在找。你们走好远？老啊，不是啊，老平那附近就是在那边附近也蛮多的、啊。对啊，但是差点讲出那个地方。你刚刚想的很近，因为我载过他，就我很近。我们找老平帮我们找，然后一个人到高五山。对啊，还有。给我太挑，没有，应该说你们现在预算多少？两万五以内，那两万五那很多，只是可是两万五是看你们两房还是三房？三房吧，一个睡觉，两个工作嘛，这样会比较好，对吧？那如果是三房的话，两万五应该还是可以找到，对，有艺文中路八德桃园中立都有。好像不行，超烂。也不是说色宅适合，色宅很多都没有的。对，没有，色宅不适合养宠物跟做制造的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他比较是个人去做那种基本，快去拍照。东西的人，那基本都有。我用两三个月做。社牛出动，社牛出动。等我，你们等我，慢慢吃，慢慢聊。受不了阿土，受不了阿土，找他来又不来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问一下你的 IG 多少吗？是公开的吗？对。因为我在开那个实况，你知道 Twitch 吗？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有在看谁实况？现在很少。好，那你之前都看谁的？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是你第几次参加 FF？ 蛮多次。真假的？哦，那
因为我在开台，然后这是他们，所以方便给他们 IG 吗？那我就给他们看到，就是等一下会就是 OK 啊，好啊，对，就是这个 S1NIN-0324-2，对，这里，你说原帐不见了，是因为 IG 的问题吗？IG 最近很容易被那个就是对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因为我好多朋友也是，他可能就只是吃饭照片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感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OK， 自己家。哦，你们家了，看到。我去，我就感谢。哦，他其实扣色蛮多的哎。哦，哦。是吗？17岁，真假？吼！我的吼！哎，他扮五条悟也很帅哎，好猛哦！没有啊，我只是找一下海梦，我没跟他拍照，我没有拍照啊，我只是要 IG 而已。更糟糕。不是，我要 IG 是给聊天室看，不是我看。是吗？对啊。我确定。他可以啊，可是他只有两把。可是他很大。没有，你要先看主键。他是主键吗？路爆炸！而且这个是蛮大的。对啊，而且还有附加权，他这个应该是还没有附加权。哦，那你去看现场，说不定客厅也可以来当工作室。然后有车位。哦，很赞，有车位很棒。这边其实他们租金就是比台北便宜一些啦，对吧？他说台北，因为有米利尔，你在哪里？我想开车哦。这附近还行，只是跑台北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。对，那我觉得有车位可以直接上交通工具。那个是有跟你说那个安安，利友吗？对，利友。利友。现在你的经纪人是谁？毛奇啊。毛奇是我前经纪人。你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我都会知道？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么多人就只有我换过经纪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你太难搞了。而且我没有，不是我太难搞，我之前双经纪人，就两个，就是对那两个，不好意思。你有这个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换掉经纪人，然后你有一直不跟我说实情，他受不了你。难搞啊，你难搞。换我们下次约一摊喝酒，帮你灌毛奇，他还欠我一台。他说他还欠你一台，因为上次那个圣诞区，他就说，因为他不是圣诞区晚去日本跨年吗？对啊，他原本说要来喝，他说下一次我约他订到，我们直接灌他，好，然后帮你问，好，没问题，不开台问。他们说约你一时间做不了，我哪有时间啊，乱讲。我今天没有在电玩展，没有，我今天在 FF。可以啊，你要忏悔什么？你跟他忏悔啊。没有，今天应该人很少。因为我觉得全世界都在这里。蛇身孟子，好猛！这司机是不是一直在偷看？好累哦。你说第一篇的文章，最后一章有我照片，朋友。好累哦。
出门。真的。可是我这个家不出门，真的很久没有。哪有照片没有啊？乱讲。多久？一个礼拜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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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没有，不是你误会我意思了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水滴很像我，所以我的频道也有水滴图片。对，这边是我看到那个绿宝典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B图啊，水滴帮。水滴帮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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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因为他有家，他去那个澳洲那个什么打高尔夫球，嗯，他两年，两年回来车子就坏掉了。对啊，他说不然他先借我骑。啊，他说反正因为你放在那里就会坏掉，他说不然先给你骑，有问题再跟他讲。确实确实。啊，他现在有改，他以前就花很多钱在车上。你想爬塔、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是有爬塔吗？你们是有玩塔科夫？有啊。啊，你没跟他一起玩？他没有找我。哦、你看是不是很孤僻？我都是被找的。那我觉得塔科夫是吧？你现在到底想沙尔还是爬塔？他已经想。我想地下城，地下城不是礼拜一吗？礼拜一要开啦，要开啦！因为地下城开好有人玩那个吗？鹅杀。地下城。好看塔塔塔。不对了吧？有啊。烟炮真可爱。所以有的观众点歌，他就让我播这首歌。我这边塔塔塔塔塔。下雨吗？不是一直都下雨吗？失落的方舟没有哦，都已经没了。失望的方舟，只剩失落没有方舟。对啊，只剩失落，方舟不见，方舟已经沉下去了。我要去他们的摊位啊！你要去电玩展吗？啊，就是那个嘛 ，A B A 那边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就玩几年，那个 logo 都没了，我哥就没了。那你有去玩劲舞团吗？我以前是唯舞独尊派的。唯舞独尊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是玩电脑，我是玩。哦，大袭击台。我是玩电脑。我是玩大袭击台。那时候不就唯舞独尊跟劲舞团？就两个啊。就一半一半。没有，劲舞团比较多了。劲舞团对，唯舞独尊，我记得蔡依林在演嘛。可是我记得劲舞团以前蛮好约的。你觉得劲舞团很好约吗？很好约啊。阿赌跟我讲的。他不想约我，他约我很多个。他约过很多个，你确定是他约过很多个？对，你确定啊？我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。玩劲舞团，我都很老实跟他讲，我以前有人跟我讲啊，他知道啊。十字架什么颜色？十字架通常都白色，不是吗？因为大家们看一下十字架啊。啊，靠腰、啊。不是，我以为他很认真问我十字架什么颜色。他很认真回答，他好认真哦。然后就是说想看十字架。没有，不要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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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啊！不用！他们要不拿下来，他们想要进去。没有。所以你租这套衣服是？是买的。刚买的，那多少钱？5000。哦，那还蛮有质感的。
我以为是猪的。想摸摸看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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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为什么老是要讲这种一些很奇怪的话？大家很难接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是半。可是你要把手机放在这里。这是谁？你是谁？没。不行啊，不行。对吧？后面我带他们走。感觉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还转转个屁呀、啊！还转。绿宝不让你们看好看，只是看了就会出事的。我已经买了，买了，然后再送回来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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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的 IG 都会点底线点，我今天加了三个 IG， 要了三个 IG 都有点底线点。很少的是兄妹关系，是的吧？他们是一家人。应该是因为很多名字都很像。哦。后来用账号很好像跑去交流了，他真的一刻闲不下来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看不到照片？拍照？哦。知道为什么没照片吗？哦，知道了，我知道。看不到。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拍照，还好。没事。什么一交流一解手，能做钓鱼台？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你看 coser 的很多都点底线点，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。你要在这边拍吗？这里啊，这里就有光啊。哎、欸，你主动一点，人家都说看你了，像个男人一样，好不好 ？Be a man。人家干嘛啦？拍照那像个男人，妈的！你婆你婆在哪里？没我、啊。就他就他就他。你是香？不像。不像。你好好讲话，他是你朋友的朋友。对。他是秘密的朋友。对。他是秘密的朋友。哦，你不知道。我刚刚聊天啊。夸张。太搞笑了吧？啊，没有，刚刚小聊一下。笑太爽了吧。好，外拍外拍。没有画面，没有画面。啊，没有。哦。阿土瞬间变小粉丝感觉。你几公分啊？170。170？而且还有小根。哇哦！而且只有小根。你小根几公分？10公分。哇，那就176、177嘞！哇，哎，当然了，我来。你来。让你们多点一点，你们看，不多点一点，我带他走回去给他。不多点一点干嘛？多点一点，按照的 ，OK。绿宝配。你要做出那个动作啊！你要做出那个动作，他就有那个反应。我来。他现在是大哥。他现在很大，被人家跑单了。他不记得上街走吗？超多人，真的不想逛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主要是人太多了，麻烦。
对。开始说他要抱我。是啊，我啊，我抱你。没有亲的。好醉哦，我抱完东西，然后直接抱我。我说，对，小醉。而且我突然间睡着。老哥紧张咯，紧张咯，老哥。他们说要让摄影机也抱一下，还是你抱摄影机？你抱摄影机，抱摄影机，不是你抱摄影机，抱土霸，土霸，土霸抱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有开心了啊、哦！有开心了啊、哦！有吗？阿土的安全感有吗？那个人说很臭，烦。我很香，好不好？有人说好大，什么都说。我很香，好不好？不然你让小鱼跟他发文怎么样？是香的还是臭的？还是没有味道？闻不出味道，完了，这种问题。这边应该会有点，有味道，有味道啊，有味道啊，香的，我觉得很一般的味道，不一样。对不起哦，鼻子比较敏感。我现在装那个是鼻子。我刚刚讲过啊，我身上都是。我可以闻吗？就是我可以闻，我可以闻。不是你讲出来感觉很怪。不是，这是礼貌问题，我可以闻吗？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味道就完全不是狼，它洗衣服一样。对，它有一个那个洗衣机的味道，对，洗衣机的味道，它就是一般洗衣机。可是光哪一个牌子？应该不是熊宝贝，熊宝贝太好闻了。对，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味道都完全不一样。白鸽啊，白鸽吗？不是白鸽。哈哈哈哈哈。谁去肥皂？谁去肥皂不是有味道？可能味道不同，他闻的是没有，他知道我鼻子很灵敏，就是。我闻过你的味道之后，你的外套放在那里，我闻到我就可以知道是谁的味道。所以你会看到女生的外套在那边吗？不会。哇，小鱼的。不是，因为以前高中不是大外套都一样吗？然后有时候那个体育课就会塞一坨这样塞一起。没有吧？外套上不是秀学号吗？我们都没有秀，我们外套没有，身上都没有。假的。然后大家在那边翻出谁是谁，然后都被闻一下，到底是谁。干嘛？啊？不是吧？他说一每天都会闻，什么意思？干嘛？没有，聊天是说很臭啊，我说没有臭啊。你说你擦公路哦？擦什么啊？公路啊，一万多块香水啊？没有啦。还是旷野之心？还是九马路？男人味。五龙水。旷野之心。五龙水。啊，我吗？哦。旷野之心不是那个吗？旷野之心不是那个谁代言的？不是啊，旷野之心是那个啦。不是，他最近会红，是因为那个一切，就是那个恋爱教室 Edward 的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观众抽烟呐、啊？我突然想抽烟。那没带啊？没有，我不抽烟很久了、啊。只是来到这边就会想要抽烟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边抽烟呐、啊。之前在那边吸烟，感觉回来了。我、哦、那个感觉，那感觉就怀念一下。人说找他哪？谁？白色在哪里？当 hill 在哪里？白色的当 hill 没有啊，就突然想抽一下，很久没抽烟了。很久没抽就坏，是不是？去吸烟区挡一根。
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那个脸皮，我没有那个脸皮。我不敢戒烟，我都觉得跟人家戒烟尴尬。看不抽啊？完全不抽，不抽不抽。你知道你有抽，我等你们。你们要去我这边等你们。他们又不抽烟。你不抽吗？你不抽吗？你不抽吗？看起来，我没讲，他讲的。讨厌他，是不是？他是说出来的，我知道。干嘛？要戒烟？谁要戒烟？小姐。你要戒烟吗？要戒烟。好，子谦不喜欢抽烟仔。啊。听说不喜欢那种老烟的烟味。我也不喜欢老烟鬼。如果你是甜的烟的话，我还可以接受。你都抽小恶魔那种？什么是口味？什么是小恶魔？小恶魔太甜。别是那个烟味，你不要管，是你这棉花筒。啊，别到靠边，我不行。所有的烟都不行吗？就不要抽烟了。就是那个电子烟，电子烟都可以接受。那种七星那种。对，七星那个老人在抽的，我不行。那如果是吃槟榔嘞？不行，再见。再见，这是槟榔。再见。吃槟榔是我觉得没事啊，阿土不会吃槟榔。他现在已经完全是在线了，我们线上。怎么了？阿楚，你怎么了？你要看到雷姆，我就跟他拍照，不管他是谁。难得我也拍。雷姆，你又不要？没有雷姆啊，刚刚完全没有雷姆。今年雷姆很少哎。没有雷姆。就是刚刚那个哎，刚刚那个跳舞有打过。你有没在这里？100多公斤的雷姆照拍，拍这个吗？真的，先拍一个。对嘛，来这边就是要拍照嘛，就是要 IG 嘛。我要找雷姆啊！不要害羞，再害羞你就要明天才能再来了。不要害羞，对。来不及。我好像看到剪刀枪哦，哪有剪刀枪？不是，刚有一个很像剪刀枪，哪一个？哦，中间那个。我的头发。对，这样。他那个低下头看那个美女，我也让我剪刀枪。教练可以啊，真的吗？好，我找他。